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BD 解说三国杀国战。明天这个三国杀新服啊就要登录啊，就要上线了啊。有没有兴趣的小伙伴去玩耍呢？我呢是打算这个明天去给大家开开荒啊，看看这个新服到底好玩不好玩，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啊。当然在新服没开启之前已经有很多朋友啊在喷在骂了啊，这个对一些这个新服的措施不是很满意啊，这也很正常啊，毕竟你像老服对不对，就像你养个孩子养了这么大了对不对，突然之间让你抛弃啊，就重新养，这个大部分人不满意是正常的，该提意见提，该喷喷，该说说啊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该玩玩也得去玩，别最后闹个真香就不太好了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呢，关于到底好玩不好玩，这个现在还下定论为时尚早，对不对？可以去看一看。但是有一些福利待遇大家不满意也都正常，对不对？我呢去决定去给大家探索探索，对不对？反正呢，老服你想玩还可以继续玩，也不会影响什么，对不对？啊，新服呢你愿意怎么玩，对吧？对不对？这个你看你自己了。这个关于新服的问题呢，以后咱们这个对不对再慢慢聊。毕竟还没有开启啊，咱们主要还是看今天的录像啊，先看第一局。这主持人玩家地叫堂堂宝贝，一区的玩家感叹录像。这里是我会选庞统奖费。看看他选择什么，最终也是庞统奖费。看看本局比赛。这个组合还是不错的，生存能力比较强，单挑也可以。也是我还算比较喜欢的一个武将吧。这边魏国也是请你吃西柚，直接选择首亮，常规操作，大魏开团的操作，给南蛮呼唤队友，队友呢？队友何在？这个阵容下面的 ID 很好，女大十八变呢，和一夜九次郎好像很配。哎呀，就召唤出来一个绝对丙杀啊，当时一个就往下扎怼啊，这个人也出来了，白浅儿，刚才不出来，然后被砍了一刀，行吧。吾等可尝一尝釜底抽薪之计啊，能冰的全冰住，夜夜笙歌啊，春宵不嫌晚。好，这边郭嘉掏出刀来准备砍谁啊，找个三血的砍一砍吧。好，直接腿了七号位，并没有想到怼咱们啊，还好七号位有闪没有躺枪。哇，大卫排排坐，而且大卫四联动啊，这个又是不是什么好局势。好，这边打无懈，不过龙表示反打无懈不行，想偷门都没有啊，这时候对于咱们来说肯定亮将了，四位了，你没有什么可藏的，开团了，你再不亮再不搞，很可能打都打不过了。哇，卧龙桃子被拆了，卧龙其实需要一个无懈，无懈到冰凉啊，开团了。好的，代劳带起来，这祝融体位有点像黄月英嘛，对不对？怎么代劳让他享受一下代劳，多找点锦囊干翻魏国，如果是的话当然一开代劳，哎，由于有奖费导致卧龙又有牌了，美滋滋是不是？这边他喊兵，希望喊兵掉国家的刀啊，并没有成功，没有成功他就我之生计了，武中扔掉，怕这个张辽偷是吧？哎，还真是黄远英。好的，蜀国大战魏国，来吧，看看你们魏国先手优势的情况下能不能干掉蜀国呢？南蛮入侵，一计再连一计，各种计，南蛮入侵。好，还有孟获啊，祝融孟获夫妇齐上阵，美芝芝。好，这边打了一个国无懈，我刚想说这个黄元英也不怕逃避啊，当然这时候也是狮子多了不怕咬，反正你翻吧，你爱翻谁翻谁，也没啥好翻的，是不是？好，当然这边人家打了一个国无懈，卧龙表示啊，我什么也没有啊，很尴尬。但是他孟获又摸了一张牌啊，这摸了一张牌是什么就不知道了。好，这边啊，他表示居然是个红的啊，红就红吧，红也未尝不好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火煞，裸奔的张辽啊，你看你这个邓艾，你个三血不卖的邓艾，还选什么三血啊？这就很尴尬了哈、啊！邓艾反正配一个不卖血的三血，我是觉得很弱啊。小被人打就被人打成狗，根本不怕你。哎，话音未落，真的是四蜀大战四魏，来看看谁更强。听说是扎蜀啊，咱们看看到底是扎蜀还是扎魏啊？然后这边小胖配姜维也是美芝芝，师傅不在家，什么师傅隔山不在家啊？对，隔着，反正隔着呢。然后轻松一放拳啊，但是这个徒弟好像对黄月英包养的不太够啊，但是也行吧，有个乐，这个乐可能是还是比较需要的，就是稳定拿到乐，把这个邓艾乐住还是很非常的关键啊。这边攻以火攻之，并没有攻中，然后保证留一张手牌啊。这边由于有奖费，对不对？如果留一张黑是不是美滋滋啊？好，邓艾被乐了是不是很伤？
伤的不行，是不是啊？乐中了啊，兵无所谓了。徐晃，哇，徐晃是个曹丕啊，那只能说啊，国无懈，对不对啊？反正把曹丕也给无懈掉了。美滋滋啊，这边放了一个万箭啊。听说魏国喜欢放 AOE 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个 AOE 放的非常的不好。为什么？你看还原音乐说了，这个万箭不就是在打魏国吗？你这个张辽、邓艾都是不卖血的。你出了逃救他们有什么收益啊？你看看蜀国这帮人怕不怕，怕不怕 AOE？ 根本不怕你 AOE， 怕你什么 AOE 啊？卧龙奖费让你们见识一下鸡毛被撕破的感觉。这个万箭单纯的以为魏国放万箭很美是吧，美如画，但是真的美如画吗？很美，很好，美滋滋。然后再开代劳，他还想先开 AOE， 然后骗出无懈，再开代劳是吧？好，当然了，卧龙如果要无懈，你们这帮人就得挨个无懈啊。好，卧龙好像卡住了，卡住就卡住吧。但是你这个万箭一放，其实这个代劳收益就很一般了，只有你跟郭嘉能真正享受到，这邓艾和张辽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享受到。好，他表示三千刀杀曹丕，翻了黄元英是唯一挽救的机会，但是不要忘记隔山啊放权，隔山打牛的这个功力啊，这边表示不能嘴牌吧。好，他们已经输急眼了，开始嘴牌，表演口技啊，这边表示有点道理一样，反正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，看看能不能打得过才是真本事。好，这边肯定是把黄元英核心翻掉，翻一下怕是不够的。黄元英开始嘲讽，再拆，乐小胖。这里确实是应该乐小胖啊，因为不是这个谁被冰了吗？这个奖费，好，没想到吧？但是有姜维也不一定能乐住，所以他就并不想乐，好吧？再杀一刀，哎，再连赢，打的你们魏国木有脾气啊，是不是？这里卧龙不知道有没有黑啊？好，你的计谋被撕破了。这里我感觉各种配合啊，你看卧龙配奖费无敌配合，姜维小胖配合黄月英也无敌配合，美滋滋。再顺一发，啊，桃子顺过来，偷我们桃子，我们再猴子摘桃，再摘过来啊！好，这边准备好放权。好，看看几上，五上应该就是，反正就是四上五上，基本上就是肯定要放权了，不然就没有任何意义。好，再放黄月英，来教你们做人。听说魏国很嚣张，你们两个副将都是白板吗？邓艾被乐了，他又不舍得亮，他选个四血。配邓艾三血啊，带着田无疾而终啊，这边一个九杀美滋滋。好，典韦，你说你邓艾典韦选四血的多好啊，是不是？哎，那随便吧，我一直觉得邓艾还是要么你要是三血就尽量配半血的，要不然你就四血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打成狗，来再给你们魏国一波反扑的机会，你们又能如何，又能拿蜀国如之奈何，能打得动吗？什么冰凉什么偷根本就不在乎，根本不 care。 他表示邓艾的一个无懈真他妈垃圾，他的意思是那难道邓艾不打啊，是吧？他觉得哎，你看有曹丕翻了是不是美滋滋，人家邓艾怕死啊，人家选了三血不怕死吗？对不对？就一下，好的，张辽偷吧，随便你偷，能改变什么？什么都不能改变，偷两张牌并不能改变什么，对不对？偷到桃子你无非就吃嘛，吃就吃了又能怎么样。哎呀，这边有乐不思蜀决斗，先干张辽吧，张辽好干，对吧？润滑一下，干飞他，乐住。好的，黄元英，黄元英动两次啊，而且还在有人包养的，是不是？都说是扎蜀，这局让我看来是扎魏，是不是？挑衅，你看蜀国配合起来是不是也是很厉害的吗？打的魏国把他们都打托管，这是剩下的唯一目标。女大师吧啊，可以继续放无上，真的是简单粗暴啊，姜维玩的也省事儿啊，还节省鼠标耐久度啊，这边就直接拆手白了，这根本就不屌你刀了，直接往死了撸啊。好，魏国我看着一脸懵逼的样子，往常看魏国的脸都是一脸嚣张的样子，这回我看这些魏国的头像，就感觉他们好像真的是一脸懵逼的样子，被打得毫无力气，直接杀了都不怕你翻了，你还翻就翻，现在已经都不屌你了，你翻吧。
你翻了有什么？反正一会儿姜维再放权。美芝芝，好的，各种白板是吧？魏国，现在突然感觉到魏国各种白板非常的无力，少了一个离点啊。然后离点放 AOE 就很赚，偷板，偷是永远不可能改变这个局面的了啊！已经沦落到开始杀国家了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好牌。好，杀一刀，给了这张牌，好，张牌好像看了张，给了张牌也没什么希望啊，开始自残了。好，互相刚烈，互相放弃。啊，打的魏国都偷完了，真的没想到，真的没想到，死不带去，确实是没想到啊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连起来，一会儿放权找个属性杀啥的，对不对？就随便了。好，这边曹丕本来还想制吧一下，挣扎一下，结果也托管了。好，黄云英表示亲这里，他一直不是在亲你那里吗？啊，他有干别的吗？不要说的那么直白，还亲啊！好，这边杀一刀。好，他表示你他妈还不满意，给我这么多杀干什么？给你这么多杀，让你杀人啊？全是啊，我没办法。好，都赢都赢了，你们两个人啊，还在这个床头争吵什么？这个皮肤啊，我就不多谈了。嗯，好，咱们看第二局。第二局是啥来着？主视角玩家叫蓝猫三千万，蓝猫淘气三千问啊，四五区的玩家赶他录像。这里孙半肯定是要选的，是我。另两个武将呢，我会看心情。然后看看这位同学这回的心情是什么？心情是孙半加甘宁。好的，我呢孙半配四血肯定是放主将，你们呢喜欢放副将，我也不反对。这边恒皓月又是魏国首亮带节奏啊，这个每局的剧本都好像都是一样的，玉化恶魔之吻，女孩裙下，这个荀彧啊专盯着什么看啊？好，人家驱虎啊，一个大 K 啊，美滋滋表示，再看一刀啊，驱不过杀一刀杀了队友，还好是先杀没先兵啊，至少排序是对的。好，结束阶段有技能，不知道他是曹仁、曹洪还是跃进，好，跃进出来了，好，表示。外面还有改判啊，那可能是啊张角是不是啊，你是解个屁啊，你明显是把自己解了去连另外一个人，这三又不是位，你在逗我，简直是逗。好，吕布表示亮将，顺八卦美芝芝，难道吕布是张角吗？不知还是别人是啊，暂时不知，远交进攻，交起来杀一刀，赢过我不去，这你要闪，你不是亏出翔了，一会儿别人再杀你怎么闪啊，无双也要闪，当然这里跟他没啥关系啊，这他选择开的老是我就气闪过了啊，当然你愿意开就开吧，是我可能会气闪过，反正也没啥太大关系，是不是？暂时有纠缠有无懈，好，这边给你一个家啊，看了一下下家，靠出灌石斧，然后放了个万箭，那就不知道他是想干嘛了，拿着打地吧。万箭齐发，孔门之后忠孝为先，鸡鸭制，还鸡鸭鹅呢，嗯。啊，这边荀彧表示不卖，表示真低你个屌人，谁管你啊？原来张角在此，但是没有闪，这就非常的尴尬了。没有闪，你出来装什么装啊？哇，大嘴，我的天哪！难道这个咱们下家有群吗？好可怕！那这边大嘴出来，这代劳不能让他们开啊，因为这代劳开了有孔融，这太可怕了。但是没有办法，人家有反，对不对？没辙啊，他赶紧给了张角一个闪，张角毕竟没有闪，但是那袁绍好像的牌也并不是很多啊，那好像并不可怕。水发荀彧，这你总该卖了吧？你怎么还不卖吧？好，他表示不能卖，不能卖。好，这边他可能要劈死甄姬了，怕卖劈不死甄姬啊。雷公助我，张角也是非常的黑，黑的不行。但是呢，这个判定判出来一张闪，又判出一张闪，美芝芝。好，一个桃，好，成功的收掉。袁绍还能射得动吗？咦，这边还有人选择了救，他不是群啊，不是群，你加个这群产物们，还是个吴。哎，我的天哪，你是个吴国，你看着了群雄，你还放 AOE， 行吧。这边孔融貂蝉，还好袁绍射不动了，不然就太可怕了。好，这边挂闪电，然后连起来再离剑，给牌，好的。弄死跃进啊，送袁绍牌是不是？
是不是送吕布好一点啊？毕竟吕布先出牌。这什么田丰，这什么怎么不出来啊？这是田丰啊，还是那曹丕你怎么不出来？那我就不多谈了。啊，曹丕你都不出来的，那你还玩啥？袁绍放箭曹丕不出来啊？嗯，厉害，怕被劈是吧？怕被劈，你队友被劈不是更伤？那随便你吧。啊，这边荀彧点位出来搞，这肯定是让张角吃鸡了。美芝芝拆掉闪电，别让他怕，吃我一击，乐住他了，肯定请张角吃鸡嘛，对不对？砍一刀还有毒菜，我的天哪，梅花。好，那估计他不会请吃鸡了。他，你舍得吗？他不舍得自己要血，没有刀，那行吧。那我觉得很亏啊，因为主要是这边被乐住了嘛。那行吧，那你不愿意卖血也只能理解吧，报以理解。这牌就很难受。好，主视角表示暂时不动，反正你们三 v 三是吧？反正大乔也是位，放了个 AOE， 先这个啊，对吧？配合着啊，这边放南蛮，你还不双亮，在想什么呢？这还不双亮？那你随便吧，还双不双？好，这个曹丕表示我都不卖血，我虚，我不敢卖。好吧，那你爱卖不卖？然后大乔直接把这个袁绍勒住。嘴勒住，必须勒住，不然他一射就这个张角就一泻千里了，是不是啊？一雷千里啊！无牛剑，杀一刀，这行吧？那你就杀吧，准备离剑死他是吧？可以，那你就离剑曹丕和吕布，无双，你毕竟是挡不住的。看看有没有桃了，木有桃就再见了。好的，但是好消息是这个谁被翻了？对不对？还能苟延残喘一回合，下回合咱们就得亮了，这不能再藏了，真心不能再藏了，不然局面就已经控制不住了。下回合必须亮将，该拆拆，把这个能拆的拆掉。顺手牵羊，刚想说要拆这个八卦阵，被这个典韦拆走了，还行。典韦要不要驱虎一波？来驱虎。好，他表示不驱虎，表示三剑两刃刀戳一下美芝芝，那行吧。梅花，然后扔掉啊，留个八卦阵。你也不知道留个八卦阵有啥用。那边一个张角七张牌，八卦阵你会判？你判有什么用？好，这边选择了亮将，但是没有什么进攻牌，只是选择了拆了一下袁绍，希望大乔能收掉袁绍。这里该吃菜就吃啊，能吃就吃。哎，你还不一定能吃呢，人家也不会让你吃，是不是？就不要考虑那么多了，对不对？桃子吃掉，然后继续乐住。你累了，就是不让他射，是不是？嗯。这边荀彧仿佛有点不高兴了，表示甘宁这么猥琐，只能送群了。关键是他没什么可拆的呀，他做不能拆孔融吧？张角一大堆牌也没什么好拆的。然后再杀一刀，你这八卦阵判就没有用，就是废物，只能是送牌，又送了人家一张牌。人家美滋滋表示，再离剑，当然荀彧你随便吧，自求多福吧。好，荀彧表示我还能活，我还能抢救一下。好，嘴上说着那什么，但是身体还是很诚实的，给大乔经受不住大乔的诱惑，给大乔补了两张。嗯，好，这边荀彧表示，毕竟还能出牌嘛，我还要挣扎挣扎，是不是？看我三步之内取你小命，驱虎。好的，他之前不驱虎是他因为他什么各种出牌把牌都浪光了，没有驱的，没有牌了。好，能不能带走非常的关键。哎，还是没有带走，大嘴肯定被乐，这不感觉都要死了。再杀一刀，张角他是不敢杀的。来，吕布一动，我感觉就要起飞了，起飞了，火攻，以火攻之。好的，大乔用木桃，木有，哎呀，那就很尴尬了。主公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大乔另一个将一直不舍得亮，八成是个周泰吧，别的将估计就亮了。好，这时候小霸王出来。但是这无双就很尴尬，就闪不了哈。你可闪得过一击，闪不过一击。二击能不能闪过？这边是贝勒非常的伤，然后就可以干掉毒菜啊，甚至有可能干掉貂蝉，是不是？好，这里弃牌，刘闪好像他也不想留了，表示大乔你吃了菜，张角杀我也杀不动，闪不了。无双神技，你随便杀。好，你随便杀，闪不了算我输。你的闪呢？这边这个孔融卖桃子吧，怎么这么多桃子？过分啊，简直过分，真的是过分啊。还好大乔手里有个冰凉，把袁绍继续冰住，
不让他这个犯贱把吕布劈死啊，把这个孙膑劈死，但是他迁怒了，那就很尴尬了。要不要卒啊？果然是个周泰啊，一直在勾引。好的，还可以，还行，给你一个家，给到家了。此时大家都是生死存亡之秋啊，局面还是很难讲。好，这边离间送牌，然后让吕布干掉孙膑，表示哎神机昂一个桃，美滋滋。那没有神机昂是不是就是我感觉大概率是死了，是不是有神机昂护体啊。看这边吕布还能打出几点输出啊，铁锁连环，我觉得铁锁没必要连重铸，因为大吕布掉不掉血，不是周泰掉不掉血其实无所谓的。好，一个决斗，打拼不过也得拼啊，因为你必须得耗他的牌让他不舒服。哎，你看他只能用这个两个红杀，他刚才是不是应该留个黑牌啊，不要让激昂啊，你看就激昂那个桃子真的是神一般的激昂，美滋滋啊。刚才吕布拼杀的时候有没有出黑杀，我没注意啊，神一般的激昂，你随便杀是吗，听说随便杀，来随便杀。好，一发红杀看看能不能入魂啊，拆掉这个毒菜。这个孔融就没法拆了，因为孔融的牌拆了也没用。好，这边神一般的激昂，这把孙膑的激昂太牛逼了，这个各种激昂啊，直接要横扫千军了吗？好像是这个样子啊。好的，好爽啊，表示啊，真舒服。哇，又来一红杀，好，我感觉主视角已经管不住自己的手了。你说他到底是不是鞭尸啊，他估计以为袁绍凉血喝了口酒，然后一红纱觉得哎不对，然后又没有选择激昂，就非常的神奇了。其实这无所谓了，这种你就到最后了就无非点一下多点一下少点一下的问题了，并不重要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做到这里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